yep.鸡腿给它飞天，搞的，多来点鱼子龙筋，你必须给它弄好。取一下鱼籽儿，咱们尝试着做一下鱼子酱，把鱼子给我清洗一下啊。行，兄弟们，这焯过水的清洗干净，再用高油温炸，炸完再洗，炸黄了出。
精华火腿、瑶柱，还有羊肚菌 Garlic。兄弟们，就是这种似开非开，小火啊，两天两夜。对吧？那龙姐啥时候能吃呢？晚上过的呀？这老李在那明儿才能吃上呢。我把人饿死了啊！这看呢，鱼子儿，我天吃，自干活不行专业的，我就给吃辣的，吃辣辣的。起锅烧油，会子咱不会子啊？浪费就咱自己。葱姜蒜炒里头，炒香，放入老李的麻辣三件套，放入鱼子儿、胡辣椒炒里头，关火，拜拜。这孩子好香。好凉的没了，没说啊，不是好吃，太美了，啊，真香啊！哎呀，飞哥，你只能吃鱼子酱呀，你这个价值，你知道价值吗？蹭上自己，开始智能躺，哎呀，所有的精华已经全在这躺这来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开始过滤。飞哥，哎，开了之后慢慢搅，给龙筋点一下刀。让他吃几口呢，咱们吃几亩呢，这粘稠度也够了，颜色也上来了。兄弟们，加入龙筋继续熬。哎呀，成了，说抓米饭，往米饭上一浇，我的妈，这水的谁受得了。开饭了，开餐，开饭。来，飞哥，拿点，拿点味道，太香了！哎呦妈妈，哎呦！美吗？美美啊！美悠悠的。那先吃素的，来上个吃着。真美！哎呀，回味无穷啊！我能吃啥样子？在人家吃的我，哎呀，光天天物我。咦，以后再没吃过饭了。兄弟们，那咱俩就吃啥呢？就是嘛，这个好吃。这龙井啊，鸡爪头开，这大饼吃这个吃之后啊，纯香的嘛。咋长的呀？能不能让我问？我先吃了。你这比那面都好，你看。哎，面面好。行，这一号两斤鱼，越清炖的好吃，还麻辣的好吃呢，那蹄黄更好吃呢。呀，你们这家烤出肯定美。呀，这老雷哈不回来，都快300斤了还吃呢，这肉真鲜。哟，多会儿回去呀？那花都谢呀，手上边有鱼子了吧？真，咱俩吃不熟啊。呀，做肉的你咋有分点？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个沸腾鱼。剩下的再炸个鱼块，有没有刺儿啊？鱼之大，一锅炖不下呀。嗯，啊，咱们刺儿啊，这鱼。对，没有小刺儿。我的妈！开始腌制鱼块、鱼片，少来点咸盐，再来点五香粉，随便少来点。葱姜搞一套，搅拌均匀。飞哥，哎，来，这才对嘛，去腥增香，搅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，已经腌制好了，开始上浆。来两个公鸡蛋，再来两个母鸡蛋，再来两个煎鸭蛋。先把鸡蛋搅匀，红薯淀粉，好吧、啊嗯，5-6成热就能炸鱼了。不送你了，雷，我就这样烧了都能吃。啊，行行，你回来喝点鱼块的，这样烧了谁都能吃。你先加点，你真的好呀。你多呀。啊，行，多喝点。啊，行，谢谢了啊。不用谢呀，看看看。开始酱鱼片，盐味蒸鸡粉，胡椒粉，生菜香，黄山乌冬熟。倒入蛋清，吃肥，搞里头。这鱼片一片片的看啊，你过来，来，做它温柔一点。哟，起锅上油，葱姜蒜，搞里头。自制火锅底料，搞里头。花椒大料，干辣椒，搞里头。情感性物业，搞里头。加入清水，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，搞里头。生抽，搞里头。转圈的蚝油，搞里头。这汤已经煮好了，把料渣捞一下，煮一下自己喜欢吃的配菜。煮好捞出，放入蒜末，放入干辣椒、花椒，放入芝麻，最后再来点葱花点缀点缀，走，开饭。哎，这大不大啊？来，飞哥。最大的给你。
你喜欢这样的，如果我去了男的，那一辈子好了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我抢呢，跟他要个联系方式。干，有啥不干净的？你抢，都给你招待。我说你抢。 鸡肉干炒，干干，先炖上半个小时。今天咱们做韭菜鸡蛋肥条，大虾馅的包子。咱们现在开始调馅，来一勺花椒油，少来一点老抽，上上色。盐味精鸡粉食材香，干炒好的鸡蛋，干一口。 哇，太香了吧！怎么样？土豆干一口，青椒往上一铺，串串味儿，放包子，上气儿，30分钟，时间到，开干！呀，真美啊！哎，啊，你看这吧，这不盘个碎工厂。来，开饭，开饭！ 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大飞哥，来，拿捏拿捏味道。哎呀，怎么样？香，吃饭。嗯，辣点子多。哇，这包子不吃不够米糊的是吧？嗯。俺这串儿，这是烤香的人呗。烤香的人，不是的。来美女，这包子好吃。包子好吃。真香，外边是香的，里边是鲜的。我的天，来美女，嗯，这么好。 你吃好就行啊，慢慢吃，慢慢给你尝，别好吃。哟，老贼，余大亮，这包子吃着吃着够连着的，吃完了，又是一个头。